谢大使很努力在做，希望大家多给他鼓励支持。那怎么看这个驻日代表的表现？驻日代表很努力在做。那大家去批评他，会觉得他委屈吗？会心疼他吗？哦，天灾的时候，我想大家都尽力在救灾，外管人力很有限，但是谢大使很努力在做，希望大家多给他鼓励支持，谢谢。